哎，胖胖，好，温德清，过节长得有点多了。哎，温德清，今天你为什么不去了噻？啊，笑话！啥子叫温德清？温德清就是哪怕输得心情烦躁，也要面不改色的递出最后一张钞票，拿去。哎呀，来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打仗嘛，可以后退，打牌嘛，绝不能崩溃嘛。男人嘛，怕啥子怕？哎，男人在牌桌上就是要凶得起，晓不晓得？哎，少说。王八气，哎，来攒两盘嘛。哦，算了，我不来，我这不来，不打不打。你看他，都是花心花鬼，揪耳朵。揪耳朵，他干。哎，来，攒两盘。哎，我去改个粉。算了。哎呀，花心个差到不安逸。攒两盘，坐到嘛。我去改个粉，先磨到哈。哎。我输了不关我的事哦，还没带钱哦。快点！哎，一万，来，五万。哦，你来。哎，你手正好。一万。哦，要碰，要碗碰起。好，打车我喝。哎，要走。哎。刚啊！起来！哎呀，请对代杆杠上花加价100卢，给钱！给钱！还给钱哦！哇！看到没有？请代腰，嘿，买的给钱，拿来。哎，宝钱，来，帮我磨两手，你要我准备你吃那么大亏了。哎呀，我放手，放手，我来做，我娘，我来请客。站那儿，过来。哎呀，怎么这样？我看你耍高兴了，哥。一般。打开亮。哟，你个是。金福和车里打啥子牌嘛？你是，哎呀，别打就好。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不晓得噶，这两天你天天牌桌子面前炫，还跟人家霸膀子，噶。我反正我跟你说，警告你，那个东西怕不得。你看你个冬瓜圈老婆嘛，没得起冬瓜灰，你看就是背时倒倒输钱的料。你说的老难听，把他打你放心，我把他。你打哈。好。你看那个东西，听到没？晓得。哟喂，这老狗闹的时候，哎呀，把这个这胖子，小哥哥，耶，踩雪的飞机都没有啊！哎呀，哎，咋个走了？哎，给我清队的嘛！这算了算了，太多了是。好气啊！哎，三缺一，哎，坐起来。算了，我不来。哎呀，你这段时间手板心红的都可以监狱一次，怕啥子嘛？来，我几个都不在啊！来，不怕。我坐起，来。宝钱，你这两天手气红得很得嘛？天天在帮人家赢钱。坐下来。来。哎呀，好事。来。哎呀，兄弟会不晓得，我不好意思说。身上没得子弹，哎呀，华子，混了，借一百给你。哦，这样嘛，来，走了，坐起，坐起。哦，来，人家生气了噻。算了，我们稀缺的脾气你们晓得的，都是看到我这儿不安逸啊。哎，怕儿子。对付老婆，要用这里。Do you understand? 晓不晓得？不说我。八姐。哎，老婆。八姐。哎呦。温德清，看我宝气没啊？哦，今天一天都没有看到他，哥。哦。哎，这个温姐又不晓跑到哪儿去晃去了。打。自己老公都守不住是吧？哎，这个大姐我咋没看到过呢？哦，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朱丽叶。哦哟，朱大姐的牌好嘞。哦，
他最喜欢的一句名言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只要打牌就安逸。哦哦哦，来，周大姐，他就让你下轿子了噻，你慢慢打哈，我找我们宝琦去了哈。好，好，要的，要的，好，好，好，走。高，实在是高。高老，啊，又高了。妹妹，哎，我当妹妹是做好事，你娃当妹妹在搞赌博了，搞娱乐。好，娱乐娱乐，好，你们几个就慢慢打啊。拿去。哎，宝琦，手气好哦，连都过了四把了哈。我们生拉活扯的把人家拖起来，结果呢，赶猪儿上梁山，给大老王送菜。哎，俗话说啊，牌桌高头不能借钱。王宝琦啊，你娃今天啊空手到九段耍得好哦，你娃硬是有狗屎运。嘿，你还不要说，我今天就一直闻到一股狗屎臭。这钱。洗这么快吗？哦，你还晓得回来嗦？几点钟啊？有喂，我来龙王市场里出来，看他们打牌去了，把时间搞忘了，吓死我了！赶快走。不累。起来了噻！老还没有下轿。哎，燕翅包子嘛，还是吃油条。辣条。啥子？辣条。啊？儿等着你回来。嚯哟，这个羽绒服颜色炫嘛！然后那个你买的。你裤子撑着的哇？哦，谢了，你买的。皮鞋也是惨憨豆儿，我预拍的，你买的。叮叮叮！不说了，来，我今天请你们打鸡嘛。哎，你们先尝。耶，大叔，哎，在这打麻将，你们连茶都舍得在我这泡一杯嗦？哎，天赐。拿，我就在这啊。耶，宝琦。啊，还有这个。你耍脏了，今天这儿不是
老总一天只要打麻将，你的？哎，小伟凤姐，其他的啥子收入嘛？哎，你俩挣的钱还打不到我哥几万轻的。我说你赢轻了说，你以为你赢一辈子哇？哼，我还那天你输在大跨坡的时候，你还晓得哥儿是铁道的，慢慢打。好，慢走慢走。我搞了的嘛，我是六九桶带五桶。哎，行不行？啊，不行的，你说要干，必须要干。啥子钱？我的。抽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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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说了，说了，干。说了，哎呀，干干干干干干，哎，老爸，哪儿你是哪？干就干嘛。没事，干啥花？哎呀，今天是一块烤肉吃，又烤肉吃，烤肉吃。哎，宋小宝，哎呀，趴开！哎呀，舅舅，给你，给你，六位。哎，宝庆哥，听说你手气好得很的不？我还给你学两招噻。好，没得事，我看到，给我抱膀子。他最近的手气啊，就是抱膀子抱出来的。哎，你要给他抱好哦。要得，我现在打牌基本上不带钱。要得，摸眼睛是要腕子，摸鼻子是要条子，摸耳朵是铜子。要装就装，不装摸。打吧，哎呀，我又不能交代。九万，九万，装不装？不装摸牌。嘿，哎呀。打打打，反正我又没得交代，放心打。五条，不要，用心大大的打，来三万，三万，滴答答，滴答答，三条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哟，快点嘛，我没得交代，放心打你的，吼。哎，七条，要不起哇？你打的啊，掐切条带根切噻，他硬是买了我们的家，拿来拿来，你还在这个串串啊你，从这儿进眼睛了对吗？买一瓶吧有珍珠，麻将桌子上搓米。朋友，今天你还高兴呢？哎，哟喂，你穿了啥子红烧花花衣裳嘛？哎呀，你是笑人的很。呸！哎呀，咋咋拿去拿去拿去？你卖件洋气点的衣裳，不要上我王宝庆的皮。我今天终于明白了。成功男人的魅力，哇，阿姐。七球，做啥子嘛？我家脑壳筋痛的。还多睡一会儿嘛。嗯，我好像来发烧哦。还硬是发烧的嘛？哟喂！哎，温德奇，你看王宝庆赢我们好多钱哦，好洋盘哦。哎，想个办法整下他哦。哎，就是，我这个月的猪饲料都变成花西秀的化妆品。摸到了脸上去了。哦，稳不起了，混了，使出我的家传绝技，打个电话给他。喂，宝庆啊，嘿，过来耍噻。喂，算了，我感冒发烧了，你们打嘛。哎，你病了？病了的。我们可以送我上门噻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我们来找你。嗯，
要得嘛，那你们过来嘛。好好好好好。耶！开了，快开了！哟喂！宝七，我们特别来慰问你，还听说你病了，我们专门来看你，顺便和你去搓白旗，你不来就没得意思了。哦，来拉倒，来拉倒，我拉倒。哟喂，来就来吧，还说啥子废话嘛？哎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九条，石头，脏不脏？九儿，大二姐打鸡头没有？九头，九头，哦，自扣，加加八十。兄弟伙，哎呀，哪个说的？哎，送他梅花叫梅桃嘛？哪个说的？哎，买梅花钱好就还给我。喂，你还好意思说？难道哪个说的送货上门？送货上门嘛，就是送钱上门嘛。不买才怪，都怪你。你话还多，还怪人家。哎呦，你稳得起？哎呀，稳得起？你稳得起？哎呀，你不是把我给打倒了？怪你。梅花，小梅果。看你咋把我喂得到！你看嘛，那么大个人，饭都煮不来，我就走了一会儿，煮三分钟，都吃一个星期。哪儿说来九桶冰，我就来九桶噻。哪儿说人家是来送馒头嘛？今天是块好日子，因为明天还是好日子，三句哟。喝点酒，喝点酒，哎，上来，上来。嘿嘿嘿，干杯呀！满了满了，不好意思。哦，你早点来。哎，兄弟，我先。哎呀，穿了鬼那么大重的是，吓好人的很。哎哎哎，啥子啥子躲啥子嘛躲？哎呀，是哪个说的？打仗准备时是打牌准备输，男人可以在战场上插腿，绝不能在麻将桌子上崩溃。哪个说的？哪个说的？啊！哎！哟喂！幺七啊，够了，够！一万只狗啊，冬天的子弹！幺喂！王八七，你娃手气那么好？是不是在把盒子拍哦？晓得，盒子拍长啥样子我还不晓得嘞。哎，你娃不要那个皮儿歪怪马头戏，不会欣赏怪啥操？王宝强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洗盒子啊，给我逮到了，老子上砍手了。晓不晓得他是超过边挂的？哦，放心，我们的人保密雷诺啊，如果是发现我骑盒子拍。这两只手随便看，随便看。老大，老大，我们换个位置，敢不敢嘛？过场多，换就换。我王宝就是沾到我料的。换换换！哎呀，老子不行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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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起拿起！来来来来来，谢谢。那是完没有？快去换了。没有。明天有四块好日子。你老婆来了。他们都是。哦。哎呀，爬的比兔子还大！来来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！哎哎，看我，给你给你给你！抓不抓？不抓我，没了。来，起来！嘿，老条干！哎，五条你干了的嘛？哦哦哦，咋个又干我？我喝你们的，喝你们的，喝你们的！神经病！我抱歉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洗盒子啊，给我逮到。老子上砍手了！哟喂，光说乐条嘛，你是，咋老子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？你是黄泥巴掉进裤裆头，不是屎都是屎。算了，当卖相公我的人了。哎，宝七，你说那啥子？糖糖，嘿，
我吃过嘞。啊，最后一块了，最后一块。不，一会儿谁家吃？他那个人就是那个样子的。喂，喂。哎，这咋三个留条嘞？哎，好像是先东东娃买的马的嘛。不用谢，哎呀，给我带点砖子嘛，哎呀，谢你个屁！老子把你落掉，蹲下去了。啊！老子在喊你嘴头的，你早点说嘛！呸！老子要说的出来嘛，就是你给老子趴下去的，趴下去。那个鹿角还在你肚子头还回去哦，喊我。你先说吧，落条给你，拉了。